好渴哦，看一下，哎，这怎么有个洞？哇呀，我靠，是雷布！你要打广告、啊。准备好了吗 ？Right on。今天雪下的蛮大的，但是目前风还没有很大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有哪些雪场有开，我们就直接去滑雪。Hello, it's line number one, Natalie. 因为雪还是蛮大的，所以其实蛮多比较高的雪道都没有开，就开个比较低的。但那低的对我来说其实是蛮适合练习的。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把 S 型练出来，因为之前都是一直没有做好背滑。我背滑一直都没有做出来，所以就变成说一直是用落叶飘的方式一直铲下去。今天来看看有没有办法用一天的时间把 S 型接起来，能接起来就很满意了。练怎么样？背后的落叶飘，我已经会稍微抓变换方向感觉，但我还有可能要再练个两三次才可以彻底掌握。哎，你眼镜有起雾，对吧、啊？超烦的，没有办法，拿下来的话就会被闪。哦，对，还不错。OK， 今早就是一个 practice， 抓到了，抓到了。欧文要带他一起搭缆车，三年以上最高实习。哇，你看这画面多温馨啊！我完全可以想象欧文十年后带着他的小孩。这样子一起搭缆车，欧文开心吗？我蛮开心的，外国小妹妹。注意你的发言，太浪漫了。他之后心里只有个愿望，希望缆车就这样停在空中，卡住。够了。OK 吗？就那个拿下来是一个男的。OK， 安全下装 again。麻哥吃辣的。OK， 远方的翊宁有没有看到？他在练习怎么样从背后落叶飘下来。哦，翊宁的滑过去。我发现往后会有点惊哎，就是会惊，因为我照理来讲，如果要变换方向的话，你往后，然后你的板子要有一个斜度，你才往一个方向滑。对啊，好，然后我就会怕说。控制不住，会太斜。嗯，然后就直接。所以那个重力你只能一次加一点点，你加一点点你就要回来，你不能一直加这样子。而且重点是，我觉得我的，因为假如说你都不变换方向的话，你板子是水平的下来。嗯。而如果你要变换的话，你就变板子要有点斜。对，要有点斜。对吧？其实要最好是斜一点，然后马上拉水平，然后再斜一点，马上拉水平。我现在就还在抓那个。进第二天成功。进下午的天气。进下午的天气 ，OK。
我们刚刚已经吃饱了，然后现在要继续来滑雪。现在的风和雪也是都蛮大的，所以不确定缆车有没有开。有开吗？有人在上面吗？我不知道。OK， 那我们就碰碰运气。大家看一下，啊，都看不到路差什么？哎，是那个方向吗？是啊。哦 ，OK， 等我一下。哦，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看到终点了。然后刚滑了很久，给你们看看山脚下。欧文在前面等我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条林线，后面是村庄，那个坡度已经根本就看不到了。但我决定还是要录一波给你们看，毕竟这个实在太难得了。我就是尽量慢慢的下去，然后录给你们看。来。慢慢的撸，慢慢的撸，干！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！终于回来了，这就是一个地狱红线，超可怕！建议大家没事千万不要尝试，尤其是有暴风雪的时候，你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路长什么样。换哪里？这边下去看看。好，你说去那个上面吗？对，看看，想搭一次缆车看看。好好好，搭缆车，靠北又不能搭下来，一定是滑下来。应该不会看，你看小朋友都过去了。咖啡。好，我已经先回来了，毕竟刚刚才劫后余生。我现在要去对面 shopping 一下，就是在城镇这边，他有卖一些衣服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因为这个雪场啊，我觉得可能这辈子很难有机会再来第二次，所以我觉得必须要买一些纪念品，去看看吧。我决定了，我要买它。你们下很久吗？没有，欧文后来给他自己滑，干，我上面跟昨天暴风雪一样，我滑上一下我就怕了。干，要好吗？好啊。I think it's a little bit too heavy. Oh, it's okay. I'm a strong woman. Oh, okay. Okay, thank you. Okay. 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回来收东西了，因为其实四点后能见度开始就不高。那我们今天滑起来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你觉得这个雪场赞啊？喜欢一百分。然后这个猪雪具的店也给一百分。那个比利时的妹子给几分？100分。然后那个餐厅也100分。OK。但是妹子破表了。对 ，OK， 没错，就是破表。
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回山下，那我们希望今天超市有开，这样我们还可以煮火锅。如果没开呢，我们就吃泡面。现在等公车来。是啊 ，boy。还有很有精力哦。对啊。我现在继续在。敢跟你讲，不是这样拼的啦。那芬兰人教你怎么拼？芬兰人教我怎么拼。哎，等一下找不到。OK OK。OK。这边呢？把它买进去啊。好。今天煮的是麻辣锅，然后在超市因为看到鸡心很便宜，就直接给他怒买一盒。还有印尼大大煮的锅烧饭，厉害，完全没有锅巴，味道不错，味道太大，但是蛮有味道。那鸡心会很腥吗？不会，不会。OK， 所以我们先穿烫是正确的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处理过，因为穿烫也没有血水。结束了这两天的滑雪行程，大家有看到我们的 T 恤，我们今天会有这个蜡烛，就是我们要结为滑雪兄弟。而今往后，以后我们有工作有空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相约一起滑雪。OK， 耶、yeah. ，这是我们的兄弟之火。好，洗洗，小心不要碰蜡烛，洗一下。哇，OK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